长好医生，各位好，这里是公益健康帮扶类栏目天下好医生，我是主持人喜冰。本栏目由诚信医疗帮扶平台但行好事 APP 冠名播出，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但行好事即可下载 APP，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联系在线医助，帮您对接好医生。今天啊，我们的主题叫做闹心的顽疾。那这个主题啊，听着是不是就觉得很难受啊？这个疾病啊，不仅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而且特别的顽固，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这就是口腔溃疡。可能啊，有的朋友就要说了，哎，我有时候也有口腔溃疡啊，没那么严重，过几天就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得的呢是普通的口腔溃疡，还有一种呢是慢性复发性的口腔溃疡。那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有请出本期的做客专家，他就是来自淮南朝阳医院中医专家科的李民医生，让我们掌声有请。李民医师，淮南朝阳医院中医专家科，中国专家人民词典载入者，中国当代名医录、光明中医之路登录者，深圳特区人才精英录、一代风流一名载入者。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啊，我们说到的是口腔溃疡，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觉得这口腔溃疡它不是什么病，甚至咱不吃药停几天也是 OK 的。那今天呢，我也在这个网上啊搜了不少的这个说法还有偏方，我们也来现场跟您问一问，到底哪些是对是错，好不好？好，李医生，您看啊，这就是我在网上搜到了五个说法，然后今天呢，我也想来问问您，到底哪些是对，哪些是错，好不好？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不是对口腔溃疡的认知存在误区。那第一个就是经常口腔溃疡需要去火，这个应该对的吧？这句话可以讲对一半也错一半。那第二个，口腔溃疡是缺维生素，这个总的来说不算错，但是不精准，也是一个半对。对啊。第三个是得口腔溃疡用酒漱口可以杀菌，这个我不太赞成，因为它口腔溃疡的话，你有时候酒的刺激它会痛的啊。另外说它不能真正杀灭这个里面的菌，它只不过对继发感染可能会好一点，所以说这个应该是错的。好，是错。然后第四条，吃猕猴桃能治疗口腔溃疡，这个你应该说是吃猕猴桃对补充维生素 C 有帮助，但是它谈不上能治疗口腔溃疡。所以治疗是个错，是吧？它不对。对。然后呢，第五个是抽烟能治口腔溃疡，这个就简直就是错的了。所以第一个、第二个是半对，第三、第四、第五都是错。啊，那我们一条一条来说，难道得口腔溃疡不是要去火吗？这个是我们通常来说都是这么认知的。我们中医把这个火最起码又分两种，一种是湿火，就实实在在的火，冒出来的火，有火苗火焰的火，还有一种呢叫湿火，湿火又不叫湿火，叫湿热。口腔溃疡主要是湿热，你用清火的办法不行，没有效的，因为它是湿热，完全是两种病理，两种治法。所以说呢，得口腔溃疡咱们还是要分情况来看，是吧？不完全是要去火。第二个，口腔溃疡是缺维生素，我们一般好像有点口腔溃疡就要去补维生素 C， 那这一条也是错的吗？补维生素也不算错，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维生素 B2， 现在普遍认为它是缺乏维生素 B2， 没错，这话不算错，但是你要想根治不行，就是想要当时去解决问题的话，用点维生素是 OK 的。好，那第三个，得口腔溃疡用酒漱口可以杀菌，这个不对的。假如讲你为了防止继发感染，你不能时时刻往酒含的吗？这个应该是错的。那后几个我们刚刚也解释了，吃猕猴桃是不可以治疗口腔溃疡的，对吧？只能说补充维生素吧，能治疗的。对，不能真正的去治疗，它不是问题的根源。对。然后第五个是
无从谈起，抽烟怎么能治口腔溃疡呢？这个不对的，这个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也要科学的来认识这个疾病。李医生，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种网上流传的说法，竟然都是错的。但是我在想，有一个是肯定的，那就是口腔溃疡当然是一种口腔类疾病，咱要按照口腔的方式来治。我认为这个是口腔疾病还是皮肤疾病，这个争议其实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它的病因病机是在哪里，它的早早的辨证求因。我本人的感觉，它与湿热上攻关系非常密切。那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口腔溃疡呢？我们就是内服中药，这个清热利湿法。我们今天呢，现场也准备了一个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应该叫辨证求因。第一个讲湿毒，它表现在口腔上面，实际上呢是体内的湿毒超标。哦。里面湿毒过剩，当湿毒往上让上攻击的时候，叫湿毒上攻，出现了口腔溃疡，这是一种病机，病理的机制。第二种呢就是脾胃积热，也是有的。当你吃这个东西呀、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烧烤、辣椒、牛羊肉，刺激性的，哎，这些东西造成了脾胃积热，这种热你散发不出去，嗯，它就往上攻，攻到上面口腔溃疡，这一种类型叫做脾胃积热型的。像这个阴虚火旺型又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这个阴虚或者阳虚为什么会导致阴虚呢？嗯，它往往的原因就是比如说。干活劳累啦，走路走累啦，不管是脑力劳动或者体力劳动，造成劳累，疲劳。还有一个原因，那个伤阴比较厉害的，就是睡眠不良。有些人喜欢熬夜呀，因为睡眠不足很伤阴的，这个就导致了阴虚。阴虚就变成火旺，这种火旺往上一攻，不能用这个清火的办法，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火，它是阴虚啊导致的阳亢，应该用养阴法。或者叫滋阴法，第三种是这样。嗯，然后还有中气不足型。中气不足型往往都是变成这个烟酒了，比如说这种病老是不好，你这个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你得了一场大病，这都可以导致中气不足。比如说妇女产后啦，那肯定是体内空虚了，气血不足，身体气血不足，这个再加上你原来有个老病根，这个湿热在体内，那这个一结合起来，这就属于湿热，这个加上中气不足，那么你辨证治疗，你不仅要清湿热，还要给它补中益气，否则的话就是不完全的、不全面的。而这种呢，就治疗过程就漫长一点。今天第一次知道，原来口腔溃疡平时这么容易让我们忽视的疾病，其实有很多种的致病原因。那刚刚也提到说有湿毒这样一种情况，那在您过往的这个致病经历中，有没有患者是因为湿毒而患上了口腔溃疡的？有的，而且很多。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病人来找我看病，他说他自己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吃过维生素 C、维生素 B2，自己也吃了一些猕猴桃一类的，过两天就好了，但是老反复，没完没了啊。因为这个病贼疼，这个唱歌也不能唱，吃饭也受影响，辣的也根本吃不了，喝稀粥都不能喝烫的。我说你到其他店看过没有？他说我看地方多了，老多了，到处去治，都说这个呢，我能跟你治好，但是不断根。他说你怎么不能断根呢？他说这个病呢。在国外叫阿夫他口炎或者口腔溃疡，在我们国家就叫慢性复发性口腔溃疡。这个复发性就是它的特征，如果我能跟它治好了，它就不叫复发性的了。它本身就是复发性，你别怪我治不好你，它就是复发性的，也治好了还翻。这个时候他来找我说，看看能不能让它不复发。他张嘴我一看，我说你这情况，我说没问题，治根还是有希望的。我问他是不是有小便不流畅啊，他说是。他说有前列腺炎。哦，我说你所谓的前列腺炎，实际上我认为它与这个湿热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开的。那个找男科看前列腺炎，这个找口腔科看这个，不是这样的，它一个整体看待。这个就它的病因就叫湿热。这种湿热攻击到膀胱，就会造成所谓的前列腺炎了，小便不流畅和尿痛都有，小便黄深黄色。现在这个热的攻到嘴了，就口腔溃疡发作了。这就是病根。我说这个你放心吧，
治不了根，永远治不了根，跟你一辈子这个话，你别相信，我就能给你治掉根。我给他开了中药，清热利湿，就这么简单。半个月时间，他多年的口腔溃疡就好了，再吃一个礼拜巩固一下，他很高兴，哎，说不愧是中医专家，从没有想过自己的病这么多年的病，竟然通过中医还这么简单的，就能把我的病根挖掉了。后来过了好长时间都没再犯，就证明他就相信这个病根就挖掉了。嗯，后面他又介绍了同样的病人，也是和他差不多的阿普达口炎来找我看，一个一个都治好了。嗯，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位患者朋友，他其实之前也是辗转了很多的不同的医院，看了很多的专家，都没有找对适合自己的方式，是吧？所以导致他反反复复，一直都没有治好。那其实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您在看病的过程中需要对病人有一个特别详细的问诊，才可以去判断适合他的治疗方式呢？这是必须的。嗯，因为你不给他搞清楚他的病因，那就不能对因治疗。对，中医最强调这个辨证求因，对因治疗。你要是对症治疗，那就显得有点表面化。嗯，这个症是个表面的，是现象的，看得到的，但是因是看不到的。这个因呢，是需要你这个分析出来的，通过这个症这个分析得出它的因，针对它的因消除病因，这个真的好。你对症治疗假的好。对症治疗很重要啊。那大家不知道如何找准医生的话，可以下载但行好事 APP， 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有在线医助来帮您填写病历。只要您配合医生和医助完善病历，结合大数据，就会为您推送适合治疗您的医生。而且不论治疗的有效果还是没效果，第一次的费用全部退回。之所以这么做啊，就是因为平台担心您为了退款而不讲实话。我们的平台给您退这笔费用，就是想知道您真实的治疗效果到底怎么样，这样平台才会知道这位医生的这种方法适不适用于您的这类病人。如果适合，那后续会根据您的反馈为下一位和您有着相似症状的患者匹配医生。如果治疗的效果不好，就不会为这类患者匹配这位医生。其实啊，每治疗一位病人，我们都是在积累一个数据。当这个数据积累得越来越多，那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就会形成准确的画像。通过画像就能为您快速匹配适合的医生。如果您现在啊正在四处寻医找不到适合的医生，那就赶快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对接擅长治疗您疾病的好医生。那今天呢，李医生也专门为大家邀请到了自己曾经一位患者朋友啊，他也会结合自身经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治病路上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连线这位患者朋友。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你好，你好，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啊，大家好，我是陈先生。嗯，您当时的这个患病的情况是怎么样，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吗？今年我了38岁啊，因为我这个病是那种家族性的，因为10年的时候特别严重，然后13年的时候认识了李明医生嘛。那个李明医生家是那个中医世家嘛，技术比较好嘛，然后我就去李明医生那里去治疗嘛，然后李明医生跟我开了20副药嘛，那些针灸，后来吃完了以后我再吃了10副嘛，他现在一直没有反复了。然后因为我是那个家族性质嘛，因为然后我爸爸呀，我姑姑啊，我弟弟啊，也在李明的医生的这种那个治疗下都了已经好了。嗯，就是恢复的还不错哈。那当时呢您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样啊，在患病的时候？症状的时候是就是口里有好多口腔溃疡嘛，然后好难受嘛，吃饭的时候就是好困难嘛，只能不能吃硬的嘛，只能吃那种软的稀饭啊、面条啊之类的，然后不能吃辣吧。然后睡觉的时候就说枕头上也有那个嘛口水嘛，对影响比较那个嘛不好，然后在那形象上
不好嘛，也能看到我流口水嘛。嗯，这样的。那那会儿看病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着急啊，想赶紧把病治好？当时也是去老多医院嘛，然后医院都说就是缺少维生素 C 嘛，但是说暂时能的治好，但是治根那个嘛不治本嘛。所以后来是找到了李医生啊，今天呢李医生也在现场，然后我们也邀请您跟这个李医生咱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啊，可以。啊，嘉伟你好。啊，我看到你了。你这个口腔溃疡现在还有发作吗？没有了，没有。没有发作了。有几年没发作了？2013年呢，到那个现在，应该8年了是吧？那恢复的真的是很不错啊！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治疗方式来应对陈先生的这个病呢？因为什么？对这种病，我通过多年的实践和研判，发现。除掉这个常常我们这个医学界认可知道的这个三大类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湿毒上攻型的。这个湿热结合就叫湿热，这个湿热在体内，它就会有所表现。比如说，这个湿热呢，就是对人体的有害的一种物质了。湿邪加热叫湿热邪。湿热邪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它就一定有所表现。当这个湿毒表现的时候，排出不畅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小便不流畅，或者是尿频尿急啊，或者是尿痛啊，都有小便颜色比较深，是深黄色的。这种湿热在下面有表现，同时在上面也有表现，那么你攻到上面就会出现口腔溃疡。我们的办法治疗方式就是帮他解这个湿热。对啊，刚刚听了您这么一说啊，我发现，口腔溃疡本身其实是一个致病原因还挺复杂的，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您是怎么做到这么准确的可以判断出来陈先生他的口腔溃疡这种问题的来源呢？首先，因为他找我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病情说得特别清楚。我治疗这么多年这类的病，只要他让我了解清楚他的病情。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能分出是哪种类型。那么准确地给病人这个诊断明白了，那治疗方案就出来了。那么效果就会好吗？肯定好，因为诊断明确，治疗准确，方案恰当，这就是必须的。如果病人把这个病情说得不清楚，或者是有所忽略某些细节问题，那就影响我的判断，症型分不清楚。那就不是说每个口腔溃疡都是一样的，那治疗效果肯定不好。所以我们观众朋友，尤其是患者朋友啊，咱们去见医生的时候，也要信任医生，尽可能的把我们的病情更加详细的告诉医生，好让医生做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那么李医生也想问问您啊，就是因为现在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外地的患者难以赶到您的这个医院啊，去直接去看病治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及时的就医呢？现在这个非常好，现在我们国家大力提倡中医现代化，大家可以找我进行现场治疗啊。我现在每天都在现场接触大量的病人，把这个很多各种类型的病都在网上都治好了，包括很难治的病，很严重的病。我们现在也有这个线上的平台啊和方式，如果大家不能够去这个本地就医，咱也可以通过线上，其实也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或者患者朋友还是有一些顾虑，说哎呀，这个不见面，我线上跟您看病，这能看好吗？这个其实当然可以了。我们选择线上治疗的时候，只要你按照我的要求把你的病情填写好，它有个问诊表，把问诊表填写清楚，我就可以判断出你的病情，那么这样的话我心中就有数了。线上治疗的好处多多，常常有这样的，你跟他问诊完了以后，处方也开好了，他出门了，后来想想不行，某一个方面我没讲到，你我搞错了，或者你忽略了这个问题，那我这个钱花了也是冤枉你了，因为我没讲好，这不怪你，那我都要回来又回来，这样的话情况也是有的。那么线上的问题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线上治疗他这个问诊表他自己反复琢磨，一个没有这个临场紧张，第二个来说呢，他可以填好以后，我有问他有回答，前面有问他有选项，这个线上的优势和这个问诊表的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他能按照我的要求把病人的病情完善
这个讲得清楚，我要什么信息他怎么填写，这个我觉得比临场还更好。陈先生，我们今天看到您是恢复得很不错啊，这个有七八年的时间都没有再反复，没有再复发，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那今天呢，在看我们节目的可能也有一些患者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心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吗？这个病最好是找对医生，跟了我一样，这样的跑了好多地方，然后医生都说治疗不好，不要放弃，找对了医生，然后我那个找到的李医生啊，感谢李医生啊，把我的病治好了。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分享啊，也祝您身体健康好吗？谢谢。哎，西边，你这干嘛呢？一边看手机一边挠。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几天这一片儿都特别痒，还有点起疹子。哎呀，别看手机了，去皮科赶紧挂抗，你看越挠越大，你这我这看手机干正事儿呢，这上面啊可以问诊，而且特别专业啊。手机上看呢，靠谱吗？特别靠谱，但行好事 APP， 在这个上面啊，看诊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你看，在线医助直接按照医生的要求和患者对接，然后协助患者填写详细的问诊单。问诊单呢，填写的越详细，平台结合大数据呢，就能给你匹配到你能治疗的患者了。而且呢，患者填写的越详细，这匹配的医生就更加准确了。哟，那还真好用啊。是啊，这样能帮助你节省不少自己前期问诊的时间呢。而且呢，这节省出来的时间啊，可以用来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们了。医生呢，能帮助更多的患者，这患者啊，也能够更快速的省时省力的得到治疗。哦，那可太方便了。我怎么下载呀？特别简单，你看这儿，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但行好事”就可以下载了。同时呢，各位朋友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在线医助，帮您对接好医生。嗯，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患者的分享啊，也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口腔溃疡的这个疾病。那今天呢，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很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可能也有一些是患者啊，也想听听您给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这种慢性复发性的口腔溃疡，西方叫做阿夫达口炎的这种患者，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嗯，这个病不容易根治，而且经常发病嘛。发病对患者的饮食、生活、日常语言沟通方面，还有精神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很多人被这个病折磨的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好吃的不能吃，好喝的不能喝，和人家说话交流也是伴随着病痛，导致失去了治疗的信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病的话，这个不要丧失信心，首先要积极的治疗。只要找对适合你病情的医生，再搭配你适合这个病情的治疗方法、注意事项，这个病我感觉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治根也是有希望的。所以说呢，我们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咱一定不要忽视身上出现的这些小信号，如果有了口腔溃疡，咱也一定要重视，同时呢也要科学的去就医。那么今天呢，再次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这个病症。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本栏目由诚信医疗帮扶平台但行好事 APP 冠名播出，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但行好事即可下。